宽板的。要不要？几只啊？三只还有。他说他害人家意外，速变和千口行不行？你量一下，没有毛病，但是有筋，有筋，我给你看，没裂。快点呀！压的压的，搁哪里？你看到多少？就三只啊？对，我也只看到那个价格。这样的没有。这几只关键绢花的有裂啊。有裂。啊，这几只很好。啊，种是很好。这几只特别可惜，就是有裂，但是种是还可以。就是太可惜了，有裂。55253。他这个多少钱？他这个飘兰花的？哦，咱们老来的，好来的。怎么可能？拿价钱可以填的。我知道他这个总倒是可以，这次倒是有裂。有两只毛病，看哪里？哎，两只吧，我看到好几只啊。那个小小的不是小马，有两只裂、啊。但是这个咱们给他还价的时候，咱就要给他挑毛病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给他要给他毛病的价嘛啊。我看是有两只毛病嘛啊。没有嘞。那个比较拉布。拉布真的买吗？拉毛的。总账上多少钱？不老嘞。哎，25000，要问几百次哦。问过了，我也问你。拿着给我们。好的嘞，拿。新进的。新进的，这个紫色是贵的，我知道的。有毛病的。你看到多少钱？啊？你看到多少钱？有没有毛病？有。有两只是不是？不是两只，好几只。啊？好几只。那有几只？他说有两只，我也看的时候，我看到两只大的。
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关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关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关谷，微信7887-2456。关谷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，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